闻起来很香哎，而且刚刚吃过它的杏仁，它杏仁片很香。这咖喱啊，它就是比较偏日式，比较偏甜的那种咖喱。吃吃看鸡肉，鸡肉很嫩，完全不柴，这个很好吃，大家一定要来吃吃看。现在吃吃看它的欧姆蛋，听说非常的好吃。我们点的是欧姆莱斯，有那个 mozzarella cheese 的，这其实很好吃的，而且有一种很像在吃披萨的感觉，好香哦。那个饭的香气，然后那个番茄不酸，但是很有香气。它后面还有带点海鲜的甜味在里面，整个吃起来很赞，就是一个非常好吃的披萨。一定要吃这个，推！刚刚不小心吃到牙套掉下来了。嗯，很好吃耶。哦，嗯。上面的酥皮非常脆，然后配上香蕉很滑顺的口感，还有很甜的奶油，真的好吃。嗯，大推大推大推。喵。是它的布丁，嗯，对啊，我妈去挑战一家咖啡厅，上一次去超多人，多到我们完全不想排。哎，不是，是因为那天下着大雨，还要排队，真的是排不下去。所以我们今天又要再去挑战一次喽，耶！很显然的，我们失败了，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发现有更多组，比昨天还多组。所以呢，再见啦！这里有一家店叫扣吧。就跑来吃九屋大通这一条绿条状公园里面的咖啡厅，冰拿铁。哇，来了来了，好大份啊！真的很厚哎，我的手都直接。这个吐司也太厚了吧，吃下去很像蛋糕的口感嘞，它里面全部都泡软了。哇，真的是很好吃。这是提拉米苏。这就是以上三家推荐的名古屋吃茶店，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。那还有这一家蓝是之前的影片就有提到的，也可以回去看那部影片复习一下哦。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，拜拜，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哦。